这里了。你怎么知道母妃会被关在这里？冷宫本就是用来关押后宫犯错女眷的地方，要不不应该有这么多侍卫驻守。母妃又没有犯错，恐怕遭人记恨也是一种错吧。肯定又是那个老妖婆干的。这里有这么多侍卫，我们怎么进去啊？再等等吧。有了。你知道青云殿在哪儿吗？我很久之前去过一次。祖，你跟我去一下。他交给你了。母妃，云溪，跟我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贵嬷嬷说你遭人挟持，我就在顾太医的帮助之下来找你了。这里太危险了，你赶紧走。不行，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。太后现在还不能拿我怎么样，倒是你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岂不是给那对母子又多了一个威胁我儿子的筹码吗？母妃，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不走。母妃，你快走吧。